等一下。真心话大冒险，我选真心话。说出一个你的秘密。我最近熟悉了这款 Carol， 其实是可以 DIY 的，所以非常的个性。真心话大冒险，我选大冒险。用封面大片 pose 来展示 Carol 的背法。好，马上就点干净。More to come。真心话大冒险，我选真心话。自己拍摄大片的小秘诀，我会在不同的场合搭配不同的配饰。今天 Carol 也帮我准备了三套配饰。再来个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选大冒险。表演一个新学会的特殊才艺。More to come.